大家好，我是杰夫，很高兴再次跟各位见面，分享学习英文的经验以及学习英文的乐趣。我今天要讲的是 ER 的四种发音哦。那么我前面几集讲的都跟 R 有关哦，为什么呢？因为 R 在英文里面呢，它带来了很多困扰，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发音，而且它也把母音改变哦，把母音改变。那我曾经讲过 EAR 的几种发音啦、OUR 的几种发音啦、还有 AR 的几种发音。那现在呢，我要讲的是 ER 的四种发音哦。那它第一个发音呢是 UR 哦 ，UR。那 UR 是念二啊、哦。那 KK 音标呢是这样子写啊、哦，三勾二。那万国音标呢也是写个三，但是打个两点啊、这是万国音标或者国际音标。那么 ER 的最重要的一个发音就是念二啊，念二。那我把呢下面写的都跟有 ER 有念二的字呢啊，大概写了20多个。这些字啊，有一些啊稍微难了一点，那我会把它的中文意思写在我的荧幕上。那至于我在讲解的过程呢，我就不讲出它中文的意思啊，这样时间也比较快。那请各位在看的时候顺便看一下下面的中文意思啊。现在我来带各位念这个有 ER 的发音。第一个呢，这个 ER 念二，所以是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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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第二个 ER 念二 ，heard heard heard heard。下一个 ，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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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下一个，这个字呢特别注意啊，这个 er 一，它这个这边呢是这个 er 念二，所以是我 er word， 但是在句子念快的时候，它可能会念 word 啊，念的稍微会念这个字去了，啊，会念 KK 音标这个，那正常的单字我们会念 KK 音标的三勾，也就是自然音标的 UR2。 下一个呢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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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再下一个呢，这个 H 呢有的时候不发音，我们念 er， 那有的时候呢有人会发 her， 不过我听到大部分都念二，也就是说 H 几乎是不发音的啊，念二。再下一个念 verb， 接着这念 jerk， 这个念 firm， 这个念 perm， 接着这个念 perk， 这个念 turn， 这个念 germ， 这个念 pert， 啊，你们注意我没有拼啊，我没有用拼音的方式，我就直接念啊。那这个字呢，念 nerd， 这个字念 serve， 这个念alert， 重音在第二节 alert， 这个字念 nerve， 那这个呢念 nervous， 重音在第一节 nervous。 好，下一个这念 merge，这个 ST 我会转个音念的 stern， 下一个 mercy， 再下一个 verse， 接着 verge， 最后一行 SP 我会念 spurn， 这个deter 终于在第二节 deter， 下面也是在第二节 exert
exert， 接着这个重音在第一节 overt， 当然你有可能看到 overt 也有哦，不过我听到大部分都念 overt。好，下面最后一个字大写 German 啊 ，German 这指的是德国人哈，德国人叫 German。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介绍 ER 的啊另外两种发音啊。那这个 ER 呢念 air， 这个小写 E 是念 a air。那 KK 音标我们会用反三啊 air。那万国音标我们会写小写 e 再来一个这个音啊、哦、那表示什么呢，这 r 是不卷舌的 air 啊，所以英国人念 air， 美国人念 air 啊 air， 那我这边呢都发美音啊，美式发音。好，下面呢你会发现这个 er 在这边出现的时候通常字尾有个 e 啊，那这个呢就是念 airThere 就念 the air there， 下一个这里 er 就念 air， 这个呢 h 我通常都不念，我念我 air where， 我 air where， 但是啊、我们很多老师会念 where， 这是可以的哦，不过大部分的native speakers 都会念 where， h 是不发音的哦 where。那下面这个字呢 ，er 一念 air， 那这个字呢，这个 er 这边呢是念 merit， 那英文字的 erry 通常啊、不要说通常，几乎就是100%就是念短音念 fairy。那这个字念 berry， 这边有 erry berry， 接着这个字念 error， 那这个字念 air， 你可能也会听到有人念 er 啊，念 er， 不过一般人比较多的人会念 air， 那这个字念 cherry， 这个念 Mary 啊，你会发现这个 ER 都已经转成了 E 是念短 Mary， 那下面这个字呢，这个字念 Terrace， 这个呢我会打念清音节哦，我会念 Terrace， 好，那么这个 ER 念air 的字不是很多，大概就在这边已经占了大部分。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 er 呢，它念 ear， 念 ear， 那 KK 音标就写大写 I ear 啊 ear， 那万国音标呢就写这个 ear， 好，下面 here。那这个字呢，这是 ear 念 ear， 所以这念 here。那这时候我们在标音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子，上面画一条长一，长一念 e， 然后就在上面打一点，表示它要念短，就是这种发音是我自己标的。这个 e 呢是念大写 i 啊，大写 i e here。那这个呢 m ear mere。mere， 这个呢是清音节，重音在第二节。ere 念 ear，severe。好，下面这个字呢 ，sth 念 th 念 f， 那这个 ere 念 ear， 我们说 sphere。接着这个念 here， 这个的呢通常我都不念出来的啊。我不会念 adhere， 我会念 adhere， 中间这个的呢我会停下一很短暂的时间 adhere， 重音在第二节啊 adhere， 所以跟各位讲不要念 adhere，
这个有一点太重啊，那我会念 adhere， 接着这个是念 revere， e r e 念 ear， revere， revere， 这个呢是念 cohere， 注音在第二节 cohere， cohere， 这个呢 am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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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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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Atmosphere, atmosphere. 那这个呢 ？Hemisphere, hemisphere 啊 ，hemisphere 这 e r e 念 ear, hemisphere 啊，应该是念 hemisphere, hemisphere. 那这个是念 cash, cashmere, cashmere. 好，这就是我们 e r 的。另外的两种发音啊，两种发音。好，下面呢，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 er 的发音呢，就第四种啊。那第四种的发音呢 ，er 念耳啊。那自然发音是一个倒一啊，这个倒过来写的一叫做清音节母音啊，那叫 schwa 啊。那么念耳 ，KK 音标是写这样子的啊，耳。那万国音标就是这样子写的啊，就写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当作清音节啊，清音节，所以重音呢都是在前面的，通常在字尾啊，叫 er， 那 er 念耳，所以这个念 doer， doer。 那我还要再讲的就是美音啊，这 r 的音啊是很重的啊， r 的音是很重的。那英国发音这 r 呢是没有那么重啊，就是它没有卷舌了哦。好，下面这念长 u， use， 这念 z， user， user。那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每次碰到清音节，其实我都会在这个上面打一点啊，打一点就念 e。所以呢，这个念 user， user。下面这念 power。Power， 这个是念长 a，later，later， 这个 t 那么强，都是英国的发音。那美式的发音呢 ？t 啊都念成的，念 later，later 啊。那下面这个呢是念短的，那英式发音念 letter， 美式发音为 letter，letter 啊，这个 t 呢？就有点像的的音啊、哦，那这个呢是念 order 啊 ，order，order， 接下来这念带帽 o，offer 啊 ，offer， 这个 offer 啊，这个念带帽 o 的 o 是有点英国腔啊，美国腔就会念 offer 啊，念 offer， 那我习惯念 offer，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叫 water 啊 ，water， 这个 a 呢是。也就是戴帽 O 了啊 ，water， 那这个 t 呢是英国腔比较重，那美式呢会念 water， 好，下面这个念 lower， 好，这是念长 a，taper， 好，这个是念短 e， 啊 ，taper。Pepper， 那长 a 短 e a 这两个音啊，我自己啊要花好久的时间把它纠正自己啊。我一直告诉自己要把这两个音念好。那长 a 念 a，paper， 短 e 念 a，pepper，pepper，pepper。啊，下面就是念短 i，river，river。啊，这个 o 呢，这边念 o 是念 ，KK 音标是反啊 ，KK 音标是这个，那自然音标是短 u， 我念 cover， 啊，这是长 i， fiber，
这个 LAY 内长 A layer 啊，下面这个念你可以念 super 啊，美国发音是念 super 那英国的发音是念 super 那在台湾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念 super 啊 super 啊，美国人是念 super 啊 super 啊。接下来这个 BUY 是念长 Y， 长 Y 就是 I BYBuyer 那这是 Baker 那这是短 A and Anger 这是短 U Hunger 那这是短 I Liver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行这个 AL 念这 A 呢是念戴帽 O，就是 KK 音标的反 C，alter， 这边 f 长音 fever， 那这个是念短 A，elder， 那这是念长 O，sober， 啊，那下面这个念 a，sir，u 念 a，u 跟 l 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像 o，sir。Author， 好，各位啊、哦，这个 er 当轻音节在英文里面太多了。我们从小学的 brother，b r o t h e r，father，mother，weather，other，another， 甚至 reader，walker，runner，swimmer，dancer 都是 er， 所以 er 出现太多了。那我今天举出来的呢，就是大概不是我们常见到的像 mother、father 这种字啊、哦。那有一些稍微难一点，不过也都不是很难的字啊、哦。这就是我们讲到 er 的四种发音的最后一种发音。今天我教到这边，谢谢各位，再见，拜拜。